Hello，台湾的朋友，早安！很多 MIT 哦，港仔最爱你们，我也爱香港的朋友。昨天回来，太太说，买了很多东西，都是 MIT，好吃。那个哦，有时候还有什么？这个好好吃的，我们常常买这个。然后太太说，这个是送的，免费的，真的吗？当然要买东西才会送给你了，对吗？然后这个，这些，哦，这些，但是这个不是 MIT 啊，这个是 Made in Japan，可能他找不到，因为我们一般都会买，先买啊，Made in Taiwan 的，因为 CP 值好高，很多都，当然有时候都会踩雷，但是这几乎都没有踩雷。祝你们轻松快乐！这个，这个，还好，拜拜喽。